首先请给每个人三尊莲生佛陀，三尊尊驾法师，和尚好，黑佛陀。我想每个人莲花清芬，我想来听讲的故事是《生活家人们有的》。我想来讲的是这个十八岁的一多年四十以前，我可爱是十一岁，他们十多，从那年开始，我们从哪里？我想来告诉你，跟他们之前那个哪里来学四尊？一场面是跟他们来学四尊，因为一群人在漏风，在这搞啦，在这就有风险空。所以讲你来学四尊咯，就你听讲四尊是以后前面啦，会看到正常的道理。有的，伊个故事就是，就是讲，我唔是耶稣，只不过是家己读咯，是家己读的，呀，这个是有影是伊好前面啦，嗯，但比，这个是呐，不可思议的，如何比阿爸来发财？伊讲一个故事就好一个图，有的结果是就讲。安尼看，我嘛好多在这里服务，但是如今既然来了，这里服务，如当你长平的，隔一礼拜后，伊人来找师尊，伊讲师尊，这里是无效力啦。师尊讲，若是无效力，这师尊来找我咧。我听人讲，我亲眼看到一个前面人甲我讲，师尊不只莲花会医好人，我下下就拜找伊。有滴师尊讲，汝相信我，相信。但是无如此规矩话咯，真佛中，你讲我是你，你给到了第四尊，四尊来讲，啊，对我好路的这个故事，佛的是安尼是路爱观想，个路的多边的目睭是，这边目睭是月亮，在你路前进路的就两眼四金灯，十力金三盘。莲花满江，千手千眼同志王。两眼一柱连连，两眼一柱连连光。文殊菩萨之子，普贤菩萨起相王。胡罗那那，眼中恶邪尽消磨。有人诵得莲明经，生生世世莲光明。以前诵几遍，胜于国王算经。摩诃波耶波罗蜜，唵嘛呢叭咪梭哈，这个念，十观念，十观观，慢慢可以一起莲花。这里这个前面人直接对起啊，我第一帮人讲白白咯，第一帮人讲无，但是伊相信，伊这里每次从其实在好咧，高高一路爱用专心、切心、信心、加努力。中高一时间录以后，也不可能公司做不好，把这样子高高整理过后，伊把这个他去挂台机，把皮球挂到伊的前面，然后讲起来，师尊家己讲的，这个是高老师讲的，因为伊相信，伊讲，也去得过，我家人跟伊爸的。是结果个挂单单卖，阿个卖个，以前生不干业吧，伊哩归家家了欢喜，伊把手一宽弹个，伊个厝边分有钱呀，感谢师尊。